其中也包括我们的王建民。昔日好手转战教练的王建民受到热烈欢迎，有了他，台湾队牛棚稳定输出。其实，在牛棚的时候，就是也要靠外面曾总跟丙总他们两个调度的告知的速度是非常快，那也有时间让牛棚去准备。协助后卫投手热身调整，最强后盾也需要前线辅助。投手教练林月平果断换投调度，成就台湾队荣耀。预赛失分各队最低。我们的投手在危机或者是有状况的时候，那个运气好像都站在我们中啊，在台湾队里面。跟建民都会讨论选手的优势、选手的球种、对方的打线，跟秦收给我们的资料，我们如何运用这些投手去解决每一个打者。为了延续好运，一直不敢刮胡子的丙总夺冠后马上刮掉，也意外揭露迷信一面。但有运气也得有实力。我觉得这次的赛会就是林月平跟王建民教练的这个投手调度绝对是我们这次拿下冠军最重要的几个关键之一这次他们都可以在很早的状况之下，他们就已经针对接下来会发生的状况会做出预判然后去把最好的投手那换到场上来。打者稳定发挥，投手灵活调度，牛棚投手教练相辅相成，成了冠军神助攻。三立新闻何孟哲林去台北采访报道。